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话筒给到我们的 Saxa 选手。那么想要问到 Saxa 选手的，因为我们知道 Saxa 选手是再次回到了他熟悉的 M 赛系列赛事的舞台啊。我们也知道 Saxa 选手是有非常丰富的国际赛的经验的，问他一个比较犀利的问题，想要问一下他认为现在我们赛区究竟在我们 M6 的这个所有赛区当中实力是怎么样的。 Hi Saxa。Hello. Congratulations, you can come back to M Series. And as we know, you have a rich experience in the other international events. So like, how strong you think our region are right now among all the teams in the M6? I think we can get top 3 in M6. Top 3? Okay. 我们 Saxa 选手说现在认为我们 CN 赛区的实力已经完全可以达到我们 M6 所有赛区当中的前三名了，非常有自信啊。那么接下来可以把话筒给到我们的 Tracy。Hi, Tracy. Hello, hello. It seems you have got a lot of friends in China right now, right? Because I'm friendly. Oh, sure. So, like, any words you want to say to your teammates or friends in China?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KBG. Please support KBG and FIG and M6. Okay. 落木选手已经是第二次代表我们赛区出征到 M 系列赛事当中了，但是不同的是上一次 M5 是以外卡赛的身份嘛，这一次是以正赛的身份，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MSC 我们也是外卡赛嘛，然后 M5 我们也是外卡赛嘛，然后这一次就是我拿回了我想要的东西嘛，所以就真的很感动嘛，很感谢我的队友跟我的教练嘛，拿到了一个，对，也拿到了这次的冠军。嗯，是的，看得出来落木选手现在非常的激动啊，大家掌声鼓励一下落木选手好吗？是的，终于拿到了这个属于你自己的复仇的剧本，回到了我们的 M6 的这个赛场之上啊。刚刚也有说非常感谢教练，然后非常感谢我们幕后所有的赛训工作人员。那因为现在我们的教练没有在舞台之上，所以想请落木选手作为我们的代表呢，向我们所有的观众表达一下这一次我们 KBG 冲击 M6 的目标是什么样的呢？打出我们更好的名次吧，谢谢粉丝以及我们的教练组啊，然后以及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吧，我们一定会发挥我们最强大的实力去打好我们这次对外的一次比赛吧。是的，向全世界来展现属于我们 CN 赛区的实力，也要再次恭喜我们的 KBG 战队。定音是依旧是那句老话，打到这一把了，最后第五局决胜局，两边不能输的理由都已经拉满了，都很阿尔法凡克再加上布鲁诺，两边的决胜局 BO5 最后一把再逼。其实这两个阵容真的能算是他们两边的王牌对王牌了。对，单级的 ZZ 这个蓝 buff 怎么办？我拿不了吧，拿不了的很尴尬。那这样的萨尔萨会先到四啊，我带招灯，但是被恐惧要拼了，要拼了，看谁能先到四。诺木要死了，诺木先被打了一血，但是那也倒下了。是的，萨尔萨拿到了这个野，那这样的话他刚好到四级有大招，被动好了，被动好了，而且不过躲不掉。泽泽也在第二次大招直接双杀了泽泽，我的天。落木的中线是把控的死死的，而我们也知道 KBG 的队伍落木在决胜局往往会把自己当成大 C 来玩，是他是要猛吃钱的，他会把这种重任全部摊在自己身上。嗯，这是他每当打到第五场比赛最重要的时刻就会做的举动。回复先来，想转一下峰回，峰回直接原地开大，要找崔 Z， 崔 Z 是半血，大招大转转下来，先把对面的 ZZ 拿下，然后再去做出了七星霸主。这把萨克萨会有点夸张。巨夸张，六级打四级，讲道理他这把甚至极限一点都能做天罚利刃的，峰回扛着塔回来要帮萨克萨反这个蓝 buff 啊，哇，这么峰回要低了，对，而且这个塔的镀层还被吃了三分之一，刚才哎要来，哦有反应，按打接瞬移，嗯，哇。回溯这个位置有点危险，要被包，后面要被包，但是包有光大，思雨一个人化解了对方四个人的围攻，四包一没效果，回溯怎么办呢？回溯可没有光大呀，哇，这样半区原则实在太亏了，这一把上路一塔可能也要没有了，不过龟至少是可以拿，但是龟换塔还是亏的，对啊，我觉得龟它不止痛啊，对，拿了龟 ，ZZ 回头，这波不打也行。哎，能拉到 ZZ， 要拉，被拉回来，拉回来，完了，灭掉。哇 ，Tracy， 至少在接下来的五到十分钟里 ，ZZ 都是很难对位上打出效果了。哇，这一把
真的，你真的很难想象竹心这个东西的夸张，是压力太大了。上来其实就是因为那一波竹心一来，对吧？对，连续两次天晴拿优势的，是，不然的话他们中期不太好顶。萨克萨一顶二要防住了，过来一打二吗？应该是打不过的吧？啊，这波为什么？有这也能转也可以吗？但是 ZZ 怎么走 ？ZZ 反打少两个，这边两个人，但是还没有，没办法，嗯。没有输出，这一把已经三杠一了。这把发育太差了，对于 ZZ 来说，是 Pacy 可以把自己当战士玩了。是的，他做雷霆腰带嘛，这把真可以当战士来玩。没错，被拉刀，那问题不大。有环境施展 ，ZZ 现在就是没野可刷，没资源吃，回速被留到了，回速有一个沐浴在的，有沐浴接大招，但是对面不想让你走。没办法，这是一点活路不给啊！但中路想找落幕，中想找落幕，能找得到吗？的恐惧刚好给到第二段，直接爆死了。来来来，来了，瞬移接大招，大招两个人 ，Pacy 这个位置也跟过来，看一下后续的方向，就收掉了 ZZ。没办法 ，ZZ 背上已经没什么作用了。是的，诺兰前期一旦顺起来的话，这英雄他滚雪球能力实在太强了。对的，而且你有感觉还感觉真的这一波。没有沐浴，能不能走？就差一丝，不会再烫。想硬追，一个承接光环，但一个汤姆死，汤姆死。马蒂尔达，皮球过来看，是没办法呀，太肉了，太肉了。十级的海洛斯怎么办？太硬，太硬。之拳呢？对的，保着队友去把中医塔推了。德龙的免控也被迫交了出来。是的，是的时候会选择在第二件就出网关，出的会很早。拉回来，试一会儿，是看回溯。这个中二塔还是要掉的，而且你看 ZZ 照到这个位置，他很难绕后。他这个装备绕后的话就大进去，然后他叫绕后是要打吗？对，这个经济我感觉打可能要出事啊。他是想打的，他是想打的。ZZ到了，到了，大过来找萨克萨，但好像杀不够吗？能不能秒萨克萨？掉，萨克萨走掉了。哈罗斯给了个大招，先找了 ZZ， 被迫往后走。果然 ZZ 的连招只能是大进去打一套，然后给封完，打残萨克萨，不让他继续推进就到头了。对。中路的线也到位了，上路线也马上过来。好，但反正这个是城墙，是处理不了，完全处理不了。哎，大招跑路，反应很快啊。ZZ 也已经很极限了，想挑但没中局的第五局，无论如何都会画一个句号。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来看先挑，但锤子反应很快，顺一根，还有顺，而且诺兰还在当偷子，是过来又刮了一波，回速只能回家补了，撞一头中高先掉，这样的话要打团了，落幕要拉泽龙，泽龙给了一个免控，一次也飞不掉了，要一波了，有人消灭基地，能不能清兵线？再点，清不掉，再点，结束了，让我们恭喜 KBG， 我一乘风破万里，好事好事 ，KBG 在这一场比赛。直接拿到 M6 世界总决赛中国赛区资格赛的总决赛冠军。